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台湾啊，很多地方会塞车，这里也会塞车，你很难想象，确实这里也会塞车。你说这怎么可能？这是哪里？这不是高山吗？再仔细看起来的话，这是合欢山啊，这台湾的合欢山，所以它交通的一个便利，这是松雪流所在的一个位置，旁边还有一些停车场，小的一个停车场，所以在假日的时候，那或者夏天很热的时候，或者有可能下雪的时候，这里都会塞车，大家这趋之若鹜啊，感受啊非常深刻啊。其实啊，多用大众交通工具啊，这其实是可以减缓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愉快的一个经验啊。不过多到这个地方走走，肯定是很不错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凉爽啊。当然夏天的时候那个温度非常舒服啊。好，这个温度我们要测量，高山上，但是合欢山海拔3400多公尺啊，所以肯定它温度会下降。然后量温度，我们大部分都知道，就是用耳温枪，这是现在目前常用的那个情形啊。好，耳温枪没问题啊，就是这样，靠着那个耳膜啊，我们就可以去截取那样的一个热的一个讯息，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后面这边就有数值，会告诉我们说它是几度C啊。好，那请教大家，宝宝量体温呢、啊，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耳温枪啊？是可以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待会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到合欢山啊，到国家公园啊，感受肯定是不一样。但是不一定要到合欢山国家公园，还有很多国家公园我们也可以去造访啊、有它完全不一样的那份感受啊。或者甚至于在你家旁边的那个公园也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要走出去，这才是重要的。能走出去不用开车，那肯定是更好的一个情形啊。到公园里面感受那样的一个气氛的，这公园里面气氛的有一说叫做浪漫，浪漫，浪漫，你可以感受好像男情女意啊，浓情啊，有那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感觉，所以浪漫这两个字给我们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子。其实古典音乐里面，18世纪、19世纪、18世纪中叶以后，19世纪初期那个时间是称之为浪漫乐派的时候。这个浪漫代表就是爱情吗？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情。这个感情未必是爱情啊，深刻的，而且这个深刻的感情里面，甚至于有一些黑暗面的，这个叫做浪漫乐派。浪漫乐派，所以听起来一点都不浪漫了、啊。这是表示是情感，尤其是内心深处的情感，那个才是浪漫乐派的主要的一个特质啊。那其中，我们如果要举出一个例子来听的话，那交响乐有没有浪漫乐派的交响乐？这一位，这个舒伯特，他写的这个未完成交响曲啊，19世纪初那样的一个。2030年代的一个作品里面，未完成交响曲。那未完成交响曲怎么叫未完成？他当年他在生之年呢没有演出，那第三、第四乐章也不见了，只剩下第一、第二乐章。那从第一、第二乐章里面，似乎可以听出那个生命的纠结、黑暗面。那怎么去呈现他在叙奏的部分？似乎带你走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很黑暗很深沉，是内心的黑暗面吗？还是墓碑？他走到墓碑去啊，那为什么走到那里？他引出了他另外一个，你底下听到他的第一主题，似乎有点阳光，但是似乎有点迷失。在那样黑森林里面去，似乎找不到出路那样的一个心情啊，那样的一个感觉啊，而这个心情啊又跟着好像暴风雨要来。那个冲击节奏越来越堆高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也是很累，可是有时候似乎也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旋律中找到那个宁静的那个感觉。跟刚刚的旋律很类
类似啊，但是速度慢一点，似乎又代表着心境的缓和啊，好像有经过那样的暗沉，然后这个堆叠的恐怖啊，或者是心情的冲击啊，然后又稍微快乐一点，可是快乐好景不长啊。像两个音乐之间有个两个旋律之间那份的一个纠结，在音乐的一个呈现，而这个纠结的力道越来越强的，所以背后那个墓碑跟这个纠结怎么去解释啊？也有这样的说法，父亲的墓碑啊，父亲跟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心情的一个纠结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到最后永远挥之不去的那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浪漫音乐，浪漫乐派，浪漫吗？是非常不浪漫的，是表示他内心童年的那个创伤也好，或童年深层的回忆也好啊，是听了蛮纠结的啊。如果不听这个，也许你有另外一个说法也可以啊。哈，好，纠结啊，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女生啊，二十几岁，下腹部的疼痛，那要赶快急诊开刀，有这么严重？你看下腹部那个是腹腔镜手术，进去一看，这个纠结在这里，肿瘤是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有打结的那样的情形，所以会影响整个的一个血液循环，所以它会出现这个非常厉害的下腹部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状况出来。之前有没有什么症状？完全没有。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给他做超音波，这是开刀前做超音波的时候，就发现他这里有一个囊肿，卵巢囊肿，大概差不多9公分大小的一个囊肿。那这个囊肿就是一般讲起来，他可能完全没有症状啊，然后在那个位置啊，所以做一个超音波检查，这是左边的卵巢的情形啊，有这么大的一个肿瘤，囊肿在那个位置啊，那给他。这个是左边的卵巢有这样的问题，右边的卵巢有没有问题？没有，所以只有左边的这个卵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卵巢的囊肿，因为我们卵巢要女生的卵巢，它要有很多排卵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在局部形成了荷尔蒙的刺激啊等等的变化，包括形成这样的一个囊肿出来。只是因为它蛮大的，这个大到一个程度以后，它就有可能产生出一些变化，包括恶性的变化，包括扭转的那样的一个风险会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开刀进去啊，这个妇产科的医师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囊肿啊，然后局部的一些变化的情形，当然要开刀把这个地方拿掉，是透过腹腔镜手术的方法，也不会留下一个很大的一个疤痕。但是你说这有可能吗？9公分哎，这个囊肿这么大，这么大9公分，那你怎么把它这个拿出来？如果腹腔镜手术不是只是几个小洞吗？是，他们就有办法。那待会您看一下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头痛的一个问题啊，这是良性的。那所以把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左边的卵巢囊肿给它拿掉以后，这个右边的，这是右边的，所以对它的一个怀孕生育的一个功能不会造成任何的一个影响。当然，左边有问题的那个点。就要把它拿掉，拿掉以后，哎，这个似乎看起来也都很好。所以腹腔镜手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就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状况之下，它也不至于流血哪里你没办法把它止住。所以透过腹腔镜几个小洞的一个方式，可以把这个有问题的点我们给它拿掉。那拿掉你怎么把刚刚讲9公分大小的东西拿出来？这是一个手套。可以先放到肚，就是开刀中可以放到肚子里面去啊，然后把这个囊肿丢在这个手套里面，然后再把这个手套透过小的一个洞给它拿出来。当然，里面的成分，开刀中就会先把它吸掉的一个状况。对，几个小洞竟然可以解决将近10公分大小的一个肿瘤啊！好，宝宝测量体温的方式，3个月以下腋温啊，因为耳膜还发育不好，3个月以上就可以用耳温枪来测量他的体温。赶紧收看。